BGD 514多功能光泽镀仪是我公司针对国外市场开发出来的一款新产品，它具有数据精准、功能强大、性能稳定、操作简单及以下特点，符合标准 ISO 2813、ISO 7768、ASTMD 523、ASTMD 2457、DIN 67530、JISC 8741、BS 3900、BS 6161、GB-T 9754、GB-T 9966、GB-T 13891等。自动校准功能，仪器开启时自动检测标准板，完成校准。滚动滑轮操作按键，快速进入不同菜单模式，简单易用。智能 USB 接口，采用标准 Mini USB 设计，无需安装任何软件。测量数据以 Excel 表格的方式存储，且客户随时可传输至电脑，操作简单方便快捷。数据存储及查询功能，超大容量数据存储空间，存储测量数据可达100万组，存储时间可长达20年。多种功能，可设定单组样品的测量次数、自动关机时间、蜂鸣器等。多种语言选择，中文、英文、阿拉伯语、葡萄牙语、西班牙语、俄语、法语。多种角度测量模式选择，单角度测量模式和多角度测量模式。超低耗电量，单节5号电池可连续测量20000次以上。随机附带校准证书，售后服务免费保修1年，终身维护。